真欢喜，咱搁有机会来耶稣教会，甲咱分享圣经的真理。嘛只感谢上个团体圣歌队电视吼，真好听。我后礼拜虽然伫台南，不过会当提早伫耶稣教会感受着圣诞节的快乐。不过咱这个咱茫听到这个圣诞暝、平安暝，啊，搁摇篮曲了后，心啊真平静。到工作的时间，想讲煞来困多好无？安尼就真可惜吼。今日所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祭司、先知甲救主，要透过这两段圣经章，来思考伫抬杠节的时阵。咱会当安怎来思考？要安怎伫上帝所设立的教会，以及伫救主的面前，咱无共款的人要安怎来做同工？咱主要所读到迄个圣经章，我想大家特别是旧约这圣经章，一定真侪人捌读过。伫咱的观念中间，祭司甲先知，圣经内底所讲的祭司甲先知。应该拢是属上帝的人，因应该拢是上界完美，信用上界好的人。咱可能感觉讲，因人是这种的，伫上帝的眼中真好、真完美的人，哪里上帝是安怎要甲伊拣选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，咱可能真侪人有这种的误解，不但有这种的误解，嘛会用这种的误解。来去看咱拄只所读的这个出埃及的圣经章，然后不但是安尼，佫会影响到咱伫教会安怎来看待服侍上帝的人。咱今仔所读的圣经章，就是我拄只所讲的上侪予咱误解的圣经章之一。这个故事的中间，咱拄只看到阿伦吼，阿伦做金牛，他做金牛的时阵，咱感觉安怎？感觉？这应该无咩，阿伦实在是一个真害的人。伊做遮尔大唔对的代志，伊应该无资格做一个计，做一个祭司。比较起来，对比来看，摩西则是一个真好的先知，伊是一个负责任的属灵的领袖。我相信希望今仔日咱进一步搁再好好来看些圣经章的时阵。会当过来重新思考，上帝所拣选的人，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其实这段圣经节，伊会发生，是因为摩西伊上山真久拢无落来，所以呢，百姓等足久的时阵，等摩西等足久的，伊内心真担心，毋知要安怎，真烦恼。后来担心烦恼，到尾伊想讲。要伫只点点啊等，不如采取主动的行动，因为摩西无去啊，以色列百姓头前的路还阁足长个啊，爱继续行，要继续行，就爱有一个看会到的真具体的领导者，安尼才会当带因继续行。所以呢，因就讲摩西无伫个啊，所以就叫阿伦来做一个神，希望阿伦会当做一个神，会当互因欢会当予因安心，来引出因。阿伦，我相信吼，伊一开始嘛无爱，但佫互伊吵足久啊，吵到冻袂了啊，所以做一个金牛来甲伊安搭。是安怎爱做金牛？敢袂使做羊啊？敢袂使做马啊？其实金牛牛伫当时的这个所在，特别伫埃及，代表着有活力，代表着。有这个生产力，还佫有气力，所以咱会当看到讲，以色列人因互人掠去埃及遐尼久，看到埃及的强大好业，要啥就啥。我相信因会感觉讲埃及的排骨绝对有伊的气力伫咧，所以因希望讲，摩西既然无去啊，那安尼因需要一个有气力的人，有气力的神来甲因带领的时阵。当然嘛，爱做牛。不但安尼，因嘛要用这个牛来表示因的气力，
埃及这么大，这么强大的国家，甲因放袂掉，因竟然当对埃及来脱离，这不是有话啊，是啥物？所以基本上以色列人因所要求的，是一个会当互因感觉着有气力，互因继续行落去的心。但是咱看到阿伦，伊其实伫即个伊做金牛的时阵，伊金牛做了的时阵，伊伫金牛即个祭坛，伊金牛的头前做一个祭坛。咱看到阿伦伫圣经上，咱无看见阿伦叫百姓爱拜一个金牛哦。伊讲安怎？伊讲即个祭坛是伊宣告明仔载是耶和华的日，大家爱献祭，献两款祭，一个叫做。欢祭，欢祭就是献给上帝。另外一个叫做平安祭，平安祭就是要予大家以色列百姓大家做伙享受的祭。所以一个献给上帝，一个以色列百姓家己食。所以咱看到阿伦虽然献做一个金牛，但过阿伦伊的意思是爱大家，唔通袂去上帝。虽然有一个恁爱的看会见的神在遮，但过恁爱拜的嘛是耶和华上帝。伊咱大家会记住上帝，伊毋是要用金牛来代替上帝。咱爱知影，但是咱爱知影，是安怎阿伦来做这种代志？阿伦伊的工课，伊的所属的交代，伊的工课是祭司。祭司的工课就是阿伦伊感觉伊伫遐所做的工课，只不过伊无感觉到，真无适当安尼。这四个工作就是要安慰百姓，要听百姓的话，然后接受百姓的委托，然后做一寡安慰的代志。其实，咱可能会当再来确认阿伦这个人是啥物人。伫出来就有写一寡关于阿伦的记载，我甲伊综合起来。来先，咱知影阿伦伊是摩西的兄哥，对不对？伫出埃及进前，阿伦伊捌替摩西讲话，就是做伊代言人啦吼。而且伊嘛捌说服摩西，因啊摩西会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完完全全是阿伦来说服的。伫出埃及第四章十六节，阿伦甲摩西讲出埃及的重要性、个必要性，来讲出句。摩西甲接受，而且阿伦嘛是替摩西甲法老讲话的人。摩西伊知影伊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总是到法老面头前伊就讲袂出来，所以阿伦替伊讲话。过来，当以色列人甲阿玛利人咧烧炭的时阵，阿伦甲普尼是将摩西的手，伊倒的双手甲伊扶起来，其中的一个人。还有哦，唔仅安尼，阿伦呢，伊捌陪摩西去到西奈山，接这个上帝所交代的十条诫。啊，伊嘛捌陪摩西去到西奈山，去看去见上帝的面。所以对这经书，咱会当看到阿伦的地位是比摩西较低。阿伦伊个来当做摩西的助手，伊。甲摩西无共款，阿伦会使讲是上帝所交代的人中间会当献祭予伊的上官的一个领袖。不过，只有摩西才是真真正正属灵的领袖。所以，虽然伊是一个真重要的人，阿伦是一个真重要的人，但过伊的工作甲摩西完全无共款。因两个工作所做的虽然是服侍上帝，但搁在人所看完全是倒变。摩西伊是站伫上帝这边，听上帝话了后来讲予百姓听，来教示百姓，替上帝来教示百姓。但搁阿伦是站伫人以色列百姓这边，来替因甲上帝恳求。所以阿伦甲上帝关系无亲像伊上帝甲摩西遐尼亲近。上帝会当直接对摩西讲话，摩西嘛会当直接甲上帝应话，但毋过阿伦完全袂当，伊也听袂着。
伊嘛袂当插嘴。所以，当咱了解安尼时阵，咱就当知影讲，既然阿伦所交代的责任是听百姓的声音，尽量去满足因的需要，尽量去解担当。那安尼，当摩西无伫的时阵，百姓的心真烦恼，伊甘愿去听百姓的话，为着要安答应来做任务。这是伊尽力做的所在呾尔。要毋过大部分的人吼，读到拄只咧做读的年代时阵，就开始骂阿伦啊，阿伦死好，袂使原谅。吼、哦，我刚才咱无像伊安尼，不过吼，咱不谅。伊只不过是咧做伊应该做的代志呾尔。虽然伊有下属，伊无应该安尼，吼百姓烦到冻袂了，伊就去替做这个任务。要毋过伊无咱所想象的做遐尔重。其实，规个圣经在内底吼，规个圣经在内底，耶和华上帝甲摩西，因对阿伦的谴责，其实无足重的。上重的所在就是，伫即、這个咱所拄只所读读到的即个三十二章二十一节吼，摩西对阿伦讲的话，迄句口气上大咧，口气上重，要个伊意思是讲啦，讲阿伦，你是咧创啥？百姓要求你做啥物代志，啊！你竟然拢无思考，就戆戆啊听安尼吗？你叫伊，你敢知影？你叫伊做是害伊犯大错。伊的意思，某些对阿伦骂的话就是安尼啦。恁敢要跟我做念着？其实无啥念着，其实口气我感觉还好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伊知影阿伦所做的是咧替百姓做代志。只不过是无适当而已，所以希望吼，咱茫对阿伦定的罪是比上帝甲摩西家定的罪搁较重。这个原因是安怎？当然难免是安尼。咱用对摩西迄个悬的标准来看阿伦，咱用上帝交代摩西迄个遐尼悬的这个品行来看阿伦，来批评阿伦。但是咱来知影。这是不是神理？这是听百姓的话，不是摩西爱亲像摩西听上帝的话，这种有直接的责任。咱思考一下，即使咱是以色列百姓，当摩西本来甲咱三个比的，逐天拢甲咱三个比的，伊讲的话，伊所做的代志，咱拢甲咱做话。也毋过有一摆上上无去，毋是一天两天，是四十天。啊，而且伊本来安慰，本来对上帝来遐教示，只是拢无去啦。安尼，伊旷野吼无依无靠的百姓，伊敢袂紧张？敢袂惊吓？敢袂感觉着摩西毋知安怎甲伊放杀啦？当然毋是讲以色列的百姓。伫摩西无去的时阵，大家就会使乱来。不过，咱来知影摩西这项代志，伊家己做了嘛有真无好的所在。摩西伊去上山，去到这个去看上帝的时阵，是记载伫出埃及记二十四章。摩西伊上山之前，我想伊真欢喜，嘛真得意要去山里看上帝。要去听看上帝安怎甲伊讲，这是做一个上帝的领袖，然后上帝要甲你讲话，咱当然会真欢喜。要过伊有下属，伊可能想较紧去听上帝的话，较紧去看上帝，较紧去看上帝要交代啥物。要过伊无好好啊交代阿伦，当百姓有需要的时阵，伊要安怎处理？其实摩西佫较那伟大，伊也是一个无完全的人，伊也是一个有缺点的人。咱若对圣经在对古约来看下，特别摩西五经遐，咱会当看到，像摩西虽然是一个真好个人，真重要个，但佫有许多缺点。伊有啥物款缺点？但是伊是一个小胆个人，伊个性毋是介大胆，毋是介好胆。所以上帝拣选伊，爱带伊些个百姓出来见个时阵，伊用足济理由去提示。伊讲我这也袂晓，彼也袂晓，啊！而且伊嘛是一个表达能力无好个人，
讲话袂解清楚，可能有真侪时阵上帝爱伊交代，哦，甲伊交代，然后爱伊去甲百姓讲啥，啊，伊听啊非常清楚，他嘛完全了解，要毋则当伊要讲互百姓听的时阵讲袂出来。所以神需要阿伦常常伫边啊甲伊帮忙帮衬。摩西，我看伊是一个，伊个性伊会当真体谅伊些个百姓，伊是一个非常会当关心、会当体谅人的人，也毋过佫是一个情绪化的人，那个情绪化吼。所以，当伊些个百姓犯错的时阵，因为伊种的个性，当伊些个百姓犯错的时阵，伊一方面要体谅伊的犯错，也毋过一方面伊佫足生气，是安怎的犯错？啊，这个生气伊袂当，伊无爱表现出来的，无爱表现出来伫伊些个百姓的面头前，所以伊就家己气伫心内，因为伊家己嘛知影，有可能是伊讲了无清楚。那安尼，咱就当了解讲是安怎摩西伫带伊些个人出来的过程中间，伊有一寡经节伊向向生气起来，咱就感觉点莫名其妙。比如讲，伊对伊这个百姓作生气的时阵，犯错的时阵，伊讲。上帝无伊十条戒，伊就大概写个话，来写个歹。但毋过伊阁无灭伊些个百姓，伊敢家己作起来来写个歹。然后上帝讲啊，你用这个杆仔敲石头，就水泉会走出来。伊用讲的，伊是讲咱常用的话。所以规个咱在咱看咧，摩西是一个常常咧生闷气的人。哦，我毋知咱遮敢有中医的精神科医生。会当小可看这个分析正确无正确，所以当这个摩西有当时伊毋是咧生气的时阵，我相信伊绝对是都毋是咧气百姓，伊是咧气伊家己。我是安怎这么袂晓表达？当伊这种的经受环境的忍受。伊些个百姓个面头就忽然间消失，啊！然后佫去到迄个号做何烈山，迄个何烈山，那照圣经个记载吼，常常咧敲雷，常常佫有闪电，啊！迄回摩西去就佫会出现，然后吃完了，啊！这摩西可能袂转来啊。这代志了后，真趣味就是上帝继续和摩西、阿伦，因继续代表上帝，继续合作。来引出一些的百姓，咱看起这个代志，虽然摩西甲阿伦拢有缺点，啊两个人拢无完全，总是上帝继续爱因合作，为着上帝避难道路，带领一些的人进入迦南地。所以，其实圣经内底先知甲祭司的合作，是圣经内面所记载上界理想的服侍的模式。神帝甲祭司合作，有人代表上帝向人讲话，有人代表人向上帝讲话。这个模式一直对旧约内底一直延续到新约，就是咱拄则所读到的第二个经节，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伫行西的约翰的身躯顶，咱嘛同款看到神帝甲祭司的角色做伙。咱知影。亚瑟约翰的工作，伊主要的任务是宣讲悔改的洗礼。宣讲悔改的洗礼，这句话内底，就咱看出讲，这是先知甲祭司合作会的新闻。宣讲悔改的道理，就是先知的工作啊，敢毋是？伊讲，伫咧宣讲啊，叫人来悔改，爱认罪，这就是做先知的工作。洗礼是啥物工作？洗礼就伊的仪式是对出来入去，哦，三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民数记十九章第九节，迄、那个旧约的祭司伊的结晶，哦，结晶的礼出来，所以这是祭司的工作。关于亚瑟约翰伊个人的代志来看，伊的工作就是先知，哦，拄则我讲的，哦，就是。讲上帝话领教伊，啊，伊阁引用伊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去勉励，甚至指责吼这百姓。
总是先做伊有来当甲人洗礼，因为伊有祭司的血统。伊的老爸撒加利亚就是祭司，伊的老母伊丽莎白就是阿伦的后裔。所以伊的工作，伊的身份是先知，总是伊的血统是祭司。那安尼，伊就知影伊的工作就是要为主备坛的路。先知甲祭司的工作就是要为着主来备坛的路。所以呢，这一摆搁再一摆说明，先知甲祭司哦，也是讲咱要推动这个上帝的福音，要来传扬所基督福音，咱的教会的工作中间嘛需要有先知甲祭司的工作。其他恁的圣经在甲咱讲，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伊会予因负担无共款的责任，因的传讲甲因服侍的方式嘛拢无共款，所以咱袂当用咱家己的标准，也是讲咱只有用一个标准来去甲人判断。先知有先知的责任甲方法，祭司有祭司的工作甲方法，就算这是共款是先知。伊嘛无共款的个性，就算这是共款是祭司，伊的做法嘛无共款。啊，再来，伫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有记载耶稣讲一句话，伊讲：律法甲先知到约翰为止，对答了后，上帝国的福音要传出来，吼、哦，传出去，人人爱努力入去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先知甲祭司因为上帝陪伴道路，这是无毋对。这么真重要，也毋过迄是伫古约。到约翰以后，到耶稣的约翰以后，就是耶稣来啊。耶稣来啊，就是干呐要做先知甲祭司的工作呐尔。伊要所做的是上帝国的福音，而且人人拢爱入去。安尼是啥物意思？安尼就是讲，咱今仔日若要传耶稣基督这个上帝国的福音，除了先知甲祭司的角色以外，还阁有人爱扮演其他的角色。毋是讲洗礼人尔，毋是讲叫人悔改人尔，佮有其他真侪爱扮演的角色，咱爱去参加服侍，才会当来传上帝国福音。嘛是因为安尼，耶稣所扮演的角色，毋是讲先知甲祭司人尔，伊毋是讲洗礼，讲洗礼，毋是讲祭神人尔，伊佮有扮演医生、甲先生做老师的角色。所以今仔日咱的教会，若为着要宣扬佮较上帝讲的福音，咱每一个受上帝拣选的无共款的这个传道的人呢，咱应该爱互相来参与，啊，传福音的工作。啊，我想上帝嘛会拣选搁较侪无共款的传道的人来甲咱三个服侍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伫教会内底，一定有足侪无共款的传道的人。那安尼，咱来安怎做？咱袂当家己，甲咱徛伫咱家己的立场，也是甲咱用家己所了解迄个服侍的标准来看，伫教会咧服侍的人。同款是传教者，我想咱伫英国教会伫接受的遮尼久。同款是传教者，同款是长老执事，同款是会长，是主日学的老师。我相信拢有无同款的传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爱互相包容，互相欣赏，唔通干咱用这种标准来比。我对拄只有讲过啦，陪伴主的道路，陪伴主的道路。特别咱今仔日是台江节的最后一礼拜，就是第三礼拜。后礼拜咱就要来纪念圣诞节，咱就太了了解什么叫做陪伴主的道路。我想咱应该知影，对于摩西甲阿伦来讲，陪伴主的道路就是透过伫旷野所发生的种种的代志，啊来予百姓去较认捌主耶和华上帝，而且引带因一步一步入去迦南地。对行西的约翰来讲，什么叫做陪伴主的道路？陪伴主的道路就是伫耶稣出世进前，耶稣要来传福音进前，伊呼吁。才会百姓来悔改，准备接受上帝国的福音。若安尼，对咱来讲，对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，什么叫做陪伴主的道路？对咱来讲，陪伴主的道路就是要爱
透过上帝对你的拣选，你的能力，你的服侍，然后予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也是伫咱所熟悉的这些人中间，予因搁较明白，搁较亲近主耶稣。这就是咱咧期待主耶稣的道路所爱做的。既然是咧期待主的道路，要予咱搁较明白亲近上帝，那安尼咱就爱服侍，咱就爱去学习要安怎侍奉。变好势啦！其实主要所讲有足侪开咱个观念，毋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学着个。哦，比如讲主要所，伊中间有一个真特别个能力，就是赶鬼。即赶鬼毋是逐个人拢当赶，就算做个护法，我嘛毋敢赶。我甲阮太太讲吼，所有上帝赏赐个开咱中间，我若会当，我毋爱，我就是无爱赶鬼。我看着我就惊。也毋过，其中耶稣的即个服侍人的款式中间有四项，我相信是咱每一个人会当看咱家己个性是啥物，爱当透过操练去家己学出来。第一项就是教导，耶稣伊足够教示人，足够教导，伊用上帝的话改变人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假使你若有教导的即个兴趣，也是开领域的人。咱来学耶稣，认真读圣经，认真安怎学，要安怎解说圣经，用圣经的真理来去教别人，然后改变你的生命。要不要咱来注意？就是讲，当咱咧学耶稣的这个专诶，要安怎服侍人的时阵，咱爱的就是，迄个是要服侍人的，毋是要予咱提出来去个功能改变，所以当咱学习耶稣的教导，咱知影讲要安怎去教示，用圣经的话去教示人的时候，咱也有一个自我的提醒，就是咱毋是干对方，毋是干别人，咱要家教迄个人，伊爱学真理，要共教的人嘛爱学真理，毋通干咱讲要讲互听啊尔，咱家己嘛爱听别人讲。第二项，耶稣已经有共宽免，什么叫做宽免？宽免有哪叫做？在咱即卖讲落，叫做鼓励。耶稣常常行去人的中间，都看有人灵魂伫遐直行入去，伊嘛真关心四周围人的需要。啊，耶稣伊真够用日常生活的故事去勉励人，啊，看别人有需要，伊讲一寡比喻来甲伊解决。所以咱嘛爱，你若准是一个真够鼓励人的，哦，真有一个心的人，你嘛会当学习耶稣用智慧。然后用热情去鼓励别人，解决伊心内的艰苦，总是嘛爱注意。有当时啊，真够共鼓励，真想要共鼓励的人哦，伊拢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伊足主观的。当别人想要安静的时阵，伊感觉着迄个时阵，伊就爱去甲帮忙啦。这种人，伊的缺点就是想主动去介入别人的生活，吼，造成压力。现在敲电话讲，阿你有做生做生无？我阿请做生哦，卖阁敲。第三项，咱拄只所唱的歌，内底有表现出来，就是即个阻碍。其实阻碍，用咱台语来讲，就是疼心，疼心。耶稣伊是一个真有疼心的人，伊医治人的心灵甲肉体的艰苦。伊是一个真正是心理医生嘛，也是这个外科内科医生。伊对软弱、受伤、弱势的人，表现出无限的疼心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若是一个心真柔软的人，你若是一个心你感觉着你是一个真有慈爱、有疼心的人，那你咪当。是要安怎去更加用敏感度去关心，需要关心的人，还是受伤人，还是受苦的人，还是你会当用温柔的心，当无同款的人咧争执的时阵、争论的时阵，你会当甲伊讲，啊，互相接纳。啊，总是呢，温柔的心、接纳的心，无代表咱会使是非分明。咱会当安尼做所讲的叫做烂好人。只要卖完价就好啊，对唔对拢不要紧。哦，这个
好，咱来当咱变一个叫做相相对主义吼，无所谓对甲唔对，安尼嘛唔好。第四项，耶稣的工作，伊是一个先知。耶稣伊是一个真注重公义的先知，对对甲唔对，伊真敢去来规范，去来讲。伊绝对，耶稣绝对袂因为要让遐个即个法利赛人、犹太人较欢喜，伊就讲一寡无应该讲的话。所以咱嘛会当伫教会内底学习，即主任也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的人。你无定当学习耶稣做先例，就是看伫教会内底若有违背信仰的代志发生，你来勇敢来讲出来，毋茫惊得罪别人。所以伫信仰顶面呢，做一个诚实，伫信仰上做一个。受尊重的人比一个做一个受欢迎的人更加重要。不过，咱嘛爱了解，嘛爱细腻，毋通做一个无包容心、一个非常严苛、无贴心的主管主义者。我想你所讲的这四项，是每一个咱拢会当伫遐所实务顶所看到，而且佫会当学习服来服侍教会。只要你将这个耶稣的优点，给学落来，然后你的看法、你的想法是要服侍教会，安尼这个教会就进步。要唔过倒边来看，即阵你学这个优点，学了你感觉讲啊，这是要来做害我，要来讨厌我的教会时阵，安尼边个人拢唔当你服侍，拢会走了了。最后，我想要跟大家思考一个教会的制度。的意义，好，我主席，咱拢知影，今仔日是台江节。啊，基督教是安怎要有这么侪祭仪？因为咱每一个人的信仰、甲这个理性，啊是意志，我相信拢会哪来哪点正。一项代志愈近的时阵，你会记了愈清楚；，但搁一项代志呐，离你愈远的时阵，你就会袂记起来。我相信咱啊。无一定提醒讲啊，咱的父母有过生日，咱可能会渐渐的记起，咱需要改特别友好。其实对信仰的代志嘛是安尼，基督教的祭仪是基督徒要用来克服咱的这个记忆力甲信仰的吼，哪来哪衰退的这个连的这个功能。透过祭仪，咱来过这个祭仪的时阵。伊就会当把咱想起，咱的信仰应该安怎搁再进一步，安怎搁再提升。所以，譬如来讲，圣诞节要创啥？过完节要创啥？咱主角有讲的吼，圣诞节毋是干呐圣诞老人安尼啊，对不对？圣诞节毋是要予咱去食大餐安尼啊？圣诞节是要予咱搁再一摆思考，耶稣替咱出世的意义是啥物？特别替咱出世。啊，若过完节，就是要予咱知影耶稣为着咱死搁活的意义伫倒位。所以，咱过圣诞节的时阵，爱去思考，咱要哪学习耶稣道成肉体，道成肉体。我较去一届去美国，啊去看我的亲戚，然后去一间教会，啊去一间教会咧礼拜的时阵。哦，拄好有一个因的执事，然后看我是西文面的，啊，伊想讲我是头一摆去教会，然后伊就甲我讲啊，这位兄弟，请你倒来地下室。我讲啊，礼拜就毋是伫遐嘛，伊讲别，但毋过你可能是毋捌来教会，粗心的吼，我来甲你讲一寡较浅的道理。啊，我就乖乖去啊。啊，伊伫我讲，伊伫我讲哦。我就含伊分享，啊，所以后来伊知影我毋是第一摆去教会，啊，我嘛无甲伊讲我是啥物人，我讲啊，我真爱去教会，啊，然后伊就开始讲，伊教会足久啊，做丢了，啊，伊足爱吟诗唱歌，伊讲总是即摆唱歌对伊，啊，强咧听啊冻袂调，意思讲吼，唱歌对唱无够伊的水准，对啦，啊，我讲啊，是安怎你毋爱去教伊？提升吼，做伊个做伊个指挥咧，伊讲歹听都无好。我连后伊讲，我讲安尼吼，好啦，我讲那安尼吼，耶稣今仔日
这个真有配音嘛，唔敢来恁家学。当然后来阁有一寡继续讲的吼，但毋过今仔日毋是要讲伊甲我的对话，我是要甲你讲，咱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就爱学习耶稣安怎得真肉体。无定咱会感觉着讲，哦，有一寡代志，哎，是你的专长，但毋过别人做较袂到的。但毋过你爱知影，耶稣嘛是为了咱得真肉体，降低伊的身份，咱嘛爱谦卑服侍。再来，咱要伫过活节，咱所要学习的就是耶稣安怎对死个活。然后徛伫遐灰心丧志的温度的边仔，安怎甲伊鼓励？所以，当咱若拄着信用上二当灯的代志，咱嘛爱去思考着，耶稣的四个话，互伊格外鼓励，咱会当阁徛起来。然后用这个徛起来鼓励，阁再去鼓励，同款遐失志的兄弟姊妹。哪里呢？咱伫。台杠在那边思考什么？台杠在，我希望咱当思考，咱要安怎学习富有的先知祭司，啊，已经有无同款上帝所拣选的人，要安怎社会合作，然后为着咱的一个耶稣教会，做一个避难处的道路的教会，换每一个人，礼拜这个。耶稣教会，就是咱为主备办的道路，会会当更加认捌上帝，更加亲近上帝。啊，最后，咱嘛爱备办咱家己有一条道路，互主耶稣基督会当入去咱的心内。那安尼，开讲者对咱来讲，会有特别的意义。咱先来祈祷，因为上帝感谢你。你予阮有安排，教会无同款的祭仪，用安尼来提醒阮家己，伫无同款的祭仪的中间，有无同款的信仰的功课爱去学习。今仔日是台讲节第三礼拜，主啊，阮透过今仔日的圣经章，予阮知影，上帝国的福音需要无同款的人，无同款的传统三甲合作。来避难主的道路，求你予阮开力。对祂了后，阮伫这个所，你为着你的名所设立的耶稣教会内面，阮佫较会当用疼心，是像阮的大德书房内底所讲的，阮彼此三平，彼此合作，来伫这个所在做根、做芽、做根茎。安尼祈祷，靠主的圣名，阿门。